个特别企划，我们请到一个神秘嘉宾，这个人是谁？带你们去看看。好，杰哥。嗨。他就是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。Hello。他是我们快近点。飘走。是什么呢？这个没有谁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唤醒洗车用品的创办人嘛，创始人。那细节的部分呢，我们就请专业的人来说好了，不然我等一下讲错。来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突然就要开箱开箱，哎、欸，我们这完全没有 C 的，完全没有，来不及 C 啊！你看连包包都还没拿下来，对，包包拿下来，我还想绕跑了，对，我都不知道这一段了，我们已经要绕跑了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还好好介绍一下你们家的产品，因为我听说你们家的产品用心细心，而且好用。可是我们家的东西太多东西要介绍，我一时间讲这么多，我不知道从哪一边开始。那么从基础好不好？一般洗车的应该会用到哪些必买的？如果今天一个女生，好女生 ，OK， 她自己洗车的话，你推荐我必备。哇，那我大概30秒就结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男人就直接换人，就直接换一点，30秒太快了。有都有小孩了，好啦，快也是 OK 了。女生哦、喔，好，我们今天应该不用要讲很久吧，我们就大概讲一下就好，不然我可能会漏什么。我们就准备一个洗车手套，对，好结束了。没有，我看你洗到多细啦，因为你一开始新手的时候不建议玩到这么多，你知道吗？不建议玩到这么多。对，不建议玩那么多，因为玩到这么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搞得自己很混乱，然后投不下去之后，你没有办法持之以恒。所以一般我们新手，我们都会建议说，你先买个洗车手套，对，然后再准备个洗车巾，洗车巾哦，对，准备个洗车巾，对，然后再准备一个保养品，那就一般保养品，我们这种新的新手啊，我们不建议你直接就玩打蜡这件事情，对，我知道打蜡好像蛮辛苦，对，会蛮让你退却的，对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经营一个事情的时候，做一件事的时候。其实也很重要，对，就是怎么样让你持续做下去，对，所以我们应该还是会先降难度，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就会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很多、啊、很多。那你们东西那么多啊，有水桶吗？哦，有啊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们家水桶买的，通常回家都很难交代啦。为什么？啊、哦，我听说很贵。我们家水桶很贵的。我听说很贵。我们家都是榜上有名的，特别老。对。来了。干水泥灰，因为我们家的水桶底下有那个轮子、哦、这是原本就有的吗？啊，这是我们后来自己组装的，我们在来到台湾自己组装的，我们花了每一个水桶都要花特别费用去做组装，对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准备一个泡沫水，然后自己拉着走，对，算是很方便，可能算比较高规格的、啊、通常比较进阶的洗车玩家会想要拥有的、嗯、那你一开始只是洗车的初学者的时候、嗯、不建议你投资这个，你有可能你知道不洗了就浪费了，对。这就是保养组。对，因为我们保养品有分上蜡跟喷蜡。哦。那一般初学者，我会建议大家用喷蜡。喷蜡。因为喷蜡的速度比较快。对。就是喷在布上啊，然后就是擦一片板巾啊。对，那我们家是不用下蜡的，就是快速的整台车擦过，大概5分钟就完事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喷头？喷什么喷？不是，喷在布上。哦，喷在布上。对，然后擦。就是一个板巾，我们喷在布上3下，然后擦一块板巾。擦一块。看出来真的是新手吧？其实它的操作没有很难，然后我们都有拍影片教学。哦，都有拍影片教学。哦。所以到时候届时可以直接看一下我们的。等一下，要直接来个洗车教学。哦，可以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直接吗？然后我们今天时间都留给你们了，我是怕你们没有时间而已啊。有两个车。女用一手车，你看，你用一手车一定是蛮干净的，而且可以看得出来。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谬误，女用车最不好，还是最可怕的。没有，你要打破这个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你才是最可怕的。我跟你讲，车子很干净，我车子不是偶尔就是四人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跟观众讲，什么车最干净？男生的车。为啥？哦，因为小老婆啊。因为男生才是超级爱车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日本男生连上车都要换鞋子吗？一讲他就不剪了。所以有人说那个男生爱车，就是看那个女朋友是
新的是旧的，就是看他那个上车是护车门还是护女朋友，是吗？哦，到底会不会帮忙开车门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帮忙开车门这件事情，我非常的有感觉。怎么说？因为以前在交往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帮忙开车门。对，可是等到结婚了之后，已经到手了。对，他说你就让他自己上车，自己下车。对。但是真的很爱车的人，比如说像宝杰这样子，也可能会帮忙开车门，因为有时候车子改的比较低。对。我宁愿自己帮他开，对，不然也不要卡到。对，卡到哦，那个心没事，就恨门啊，其实是不想要自己车子受伤的。对对对，这倒也是。因为有些女生就开门就是啊，然后绑，然后装，就咵一声，啊，那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驾驶者，对，可能在旁边你在滴泪的这样。我刚才有做功课，是国王。对对对，所以像我们的内装的保养组啊，大家都叫昂阿波，你知道？保养验后嘛，就夫妻啊，夫妻，所以我们家比较俏皮一点，知道保养王，它基本上就是像是保养得很好的类似雕像之类的。对，你这样讲我非常非常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两个名字我们那时候想很久，然后我们也想不出任何关联，你知道吗？之后怎么办？哎，那个名字是谁想的？我想的。突然拍到我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当初要出这两支产品也想得很懊恼。我们其实研发产品有很大段时间在想名字，我们懊恼了好几个礼拜。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真的用心想，就是我们家太空人。太空人。因为我们家上太空人的时候重力很轻，哦，有很轻巧，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让太空人很轻盈的感觉，有上跟没上感觉是一样的。佩，你不相信有多么的轻柔？对啊，你一定要自己操作一次啊！没有，我看你们用心好了。你不亲自下来洗吗？对啊，我们可以手把手哎。你这样子难得机会，你这样怎么让？难得今天在宝杰熬了那么久，每一集都摸男生的手，这其中有女生吗？不要这样子。你知道我熬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今天吗？他每次都抓男生手，我刚刚说你看那个颗粒。然后那时候我是不是入错行？为什么都是遇到一些臭男生？布局布了这么久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啊，这边全部的商品我都觉得就是相关产品。但是那个包包，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那个摄影师的那个相机包，因为他那个包包很大，对，还有很多隔间。对，但是后来发现，这是他们也是洗车用品的一个家，对，一个配件，让你洗车也可以变时尚啊！我觉得，因为他刚才提起来是真的蛮好看的，我刚才也觉得有点可怕。我的印象中就是打开来，然后就直接就是东西嘛，但他没有，他就是这样。它还附了一个就是杯垫，然后还有一个我刚才吓到的是这个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包装套，它做得很漂亮就是很精致。好的，还有这个不要洗我的车，这个很酷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在卖的吗？有，这也是卖的。对，这就是你去。现在已经没卖了，绝版品了，绝版品了。因为我们之后要改版，要改版哦，这很棒这可以什么时候用？你去那个知名保养厂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洗你的车，你就是挂在上面讲不要洗我的车这样子。对，而且这下面还有个标语啊，下面有标语，为什么不要洗我车呢？因为你不会洗得比我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也是你的自己设计吗？很酷今天很期待，因为其实小杨哥一直有跟我说，宝杰哥是洗车的专家跟专业。对，我们是洗车爱好者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满心期待，希望你们可以用你们家的产品把我的车洗一下，可以吗？是 together 还是 ？Oh no！ together， 镜头带一下。together， 我们像拿包包，你像工蜂，你是女王蜂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女王蜂，工蜂，我们是一群工蜂。因为我们人数很多的，好，就当验货就好了。对，我现在是工号的角色，对对，好，我觉得很棒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希望我的车子可以受到这些精品的爱护，还有这些专业人士的爱戴。好啊，那我们去洗车吧。你要寻一下这台车应该到底要怎么处理？圈应该是叹了一口气，叹了一口气。你们要一手车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车其实平常很干净，是因为制作人跟我讲说要请宝杰哥的团队来，我特地有特地不行。
特地不洗，而且前几天才从垦丁开回来。哦哦，你们光看聆听就不行，大看就好，你看一模下去哦，特写哦，还好啊。我说车子弄脏是合理的，很合理的，它本来就比较容易脏啊。对，一般车啦，一般车这边门这边一定是很容易脏。对，所以剩下你看这洗起来会很有成就感吧，宝吉哥？我会很。期待跟你一起下来洗这件事情，对，观众应该也蛮期待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不是始作俑者，你知道为什么是我在承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不是我杀的。我跟你讲，观众不想要看我洗。哎，观众多想看你洗啊！观众已经看过一次的，是，因为今天没有比基尼，所以观众想看专业怎么洗。现在喷轮胎，这个留下来应该很有成就感。对，宝洁要喷第二罐了。哇，好紫，好漂亮。把你轮框改色。哇，你看它闪现。不是，只是来聊聊天而已。这就是预警的作用嘛，因为通常欧洲车啊，它的那个沙袋粉很厚，所以通常这边会布满很多。车主那边请，车主始作俑者。那像我们刚刚在等待的时候啊，你不要等待过久，不然的话，它在变质转褐之后又会再粘回去。是啊。所以要是喷本来紫色是正常，但是要是出现褐色，开始转褐了，就要赶快冲了，可以开始冲了，就开始冲了，所以它的反应差不多了。哦。但是你在洗轮框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让它降温了。一定要好好确实的降温。对。我打算就是这样交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？好啦，这样我也觉得很开心啊。因为轮框干净，才再看起来就干净了。如果等一下这样洗完，宝洁就离开的话，就是 Rick 在洗而已啊，没什么。反正你不努力，就是 Rick 继续努力。换下一个工蜂登场。我想最轻松的要自己来，带泡泡。最轻松的，真的啦。就是安安稳稳啊，不想要。好，每天都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们比较轻松。好，压这么瘦，到底要怎么开场啊？Cause you're my sweetheart。Catching the waves, inhale, exhale, reminiscing the bygone time.